行吧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先平复一下心情。来，把屏幕关了。说实话，你跟哥哥愿意回云南吗？跟妈妈一起回去？不愿意。如果哥哥和我再跟着妈妈去外公家过那种好生活，那我们这个家怎么办？我们姓李，我们应该有责任去承担这一切。但除了责任之外，你真的在这个河北的这个家当中？ 除了妈妈之外，你感受到了别的爱吗？奶奶对你好吗？奶奶不喜欢我，他们都喜欢儿子，而且我从小就有病，多少次都跟妈妈说，你把他扔了吧，你重新生一个健康的。然后妈妈就这样，就这样用她自己的力量把我养这么大，医生都说了，都跟我妈妈说，我妈妈能把我养到17岁。 就是一个奇迹。我觉得你跟你妈妈好像啊，在这个家庭当中都得不到温暖，奶奶不喜欢你，也不喜欢妈妈，但你们偏偏还要待在这儿，因为一份责任。你是从妈妈身上学到这份责任吗？是。但你并不快乐呀。20年前，17岁女孩吕文芬。 跟随云南家乡的姐妹们外出工作，懵懂中不幸被带到了河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被迫与现在的丈夫组建家庭。在吕文芬被迫组建的家庭中，有几个现实的情况是：丈夫高度近视，并车祸卧病在床。